今天再给大家开一间。今天我也不知道这里面吃什么，一块儿看一下。看这个厚度，应该是这碗。好像是康熙那个吧。还有那个地锁。看一下，这个它叫康熙御制珐琅彩，看这牡丹花很漂亮。一对儿，两个人一样的。之前我们提到过，康雍乾这三朝的审美，就是康熙朝也会用这种比较明艳的颜色，但是它不没有乾隆那么浮夸。乾隆就好像是那种色彩图案大红大紫的堆砌，康熙的没有那么素雅，也没有乾隆的那么繁复，挺喜欢的。这个是他的底座，也是一对碗就给了一个底座。这个就感觉是一个很重量也很轻，是一个很感觉是一个很现代的。挺漂亮的。好，今天正好把三个黄色的碗都介绍完了。下期再见。